我们那边过年的小孩子习俗就是写作业，写寒假作业的。嗯，是的，对，我也是写作业。我是赶作业。来来，快点，暖心，跟作业有关的，不能输，不让，收队。过不去了，就是我们那里的华人其实有点迷信，然后像我爸爸他其实很多兄弟姐妹嘛，然后到过年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可以再回到那个奶奶家，然后因为我们那里迷信到就是说过年期间不能扫地，所以我们在那个除夕夜前就会扫地，然后除夕夜的时候一定要小孩子要守夜，然后棺材好像都还好，因为年纪大了会比较玩的一些东西，作业也没有写啊，我们都还在写作业，反正就年纪大，年纪到了，快80岁，写不了作业，现在可能就是跟不合群，发红包了，已经到了，还给发红包的，在那边会吃饺是吧？嗯，吃饺，然后就也是放鞭炮啊，放硬币在饺子里面的，会放，就是谁吃到了，那牙齿拿到坏掉。其实从小到大，过年都差不多。但是我觉得最特别是去年，就是我们是在偶然台过年。哦。可以是就是没和家人一起过年。我刚刚也有想到这个。然后有发信，每个人写一封信给自己家里人，看不到。是是是，那个是挺特别的，也是很幸运。